耐心等是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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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红灯，等绿灯，慢慢的，慢慢的。贷款600万在这边呢，我们这边28咖啡，好不好？命都在这里了，你还没唱？吉他给我放好。好不容易等到今天新开幕，开幕了，终于开幕了，看到没有？没有客人，你们两个人啊，一个弹吉他，一个不知道在干嘛，赶快给我去做事，等下客人就来了啦。那个店长，那个布在哪里啊？我要擦桌子。什么布？什么布？有布吗？对，来一个布来，来布了。好，来这个布，去那边擦桌子。画流利积累哦。唱个歌，客人来了。先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买吉他。哦，不是卖吉他，不是卖吉他，卖吉他。你们是不是在争驻唱歌手？驻唱歌手，对，有缺吗？你要来这边应征哦。对对对，现在疫情期间就是钱很难赚。那你来驻唱，我们这边应征可能要看一下你的履历哦，你有没有什么作品？哦，有，我最近发行了一张新专辑，叫做《Sounds of My Life》。哦，Sounds of My Life 是乐家吗？哦，对不起，其实我不是邱风泽，我叫韦礼安。怎么可能为你开玩笑？你金曲奖，金曲歌王开什么玩笑？有的啦，有。但是你继续讲，你继续讲，听你要讲多久。Sound of My Life，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张专辑就是放了很多韦礼安生命当中的声音，有他的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这些声音都在里面。然后就是组成了一张像声音相本一样的声音纪录片的一张专辑。哦，所以你是用声音来当作灵感？对对对对。那如果，好，这个可以，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那个也可以，这个可以，那可以。哇塞，那这个来历是韦礼安吗？这个你这个履历好像还蛮不错的哦。但是我们只看履历，履历怎样？我是老板，对不起，香香进来啊，香香香，老板。我们不只看履历，我们还要看那个现场的演唱实力。哦，因为我们这个驻唱歌手，那个现场观众要点歌嘛，对，一定要他点了什么，你就要知道，你就要唱。敢不敢接受我们三个点歌挑战？压力有点大，但我可以试试看，试试看吗？试试看，来来来，请先坐，请坐，请坐，请坐。啊，他那么像韦礼安，我们要不要点韦礼安的歌？对啊，我们考考。我跟你讲，我们点韦礼安的歌，难死他。对，碍眼，他是韦礼安嘛，自以为韦礼安会唱韦礼安。我先点，我先点。好好好，天黑请闭眼。天黑请闭眼。喂，好，我先点一个。要先有那个咕咕咕的声音啊。对，来，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好，可以可以。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像哦，有一点像，我刚刚连大字报都不用看呢，我用歌词我都会，好厉害哦！再一首，再一首，那首我很喜欢，还是会哦，可以可以可以。还是会害怕，
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哇 ！Oh my god！ 可以了吗？可以吗？可以吗？我不愿意相信88%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跟你讲，我真的很爱。再起一首，我真的很爱维里安一首歌。嗯，我想别说没爱过。哦，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你会唱，我真的就我信你维里安，维里安，我信，好不好？可是我会唱，电就给我。别没有瓦先掉，投资太多了，投资很多，投资太多，真的。别说没爱过，别说没有错。爱是一列开往没有尽头的内疚，别说没有伤口代表没有痛过，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怎么痛也别说没有爱过。你就是他了，维里安。他应该真的是维里安，对，可以吗？这个是久仰大名，久仰大名。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但我觉得虽然会唱歌，但是我们店里还要做很多别的事情。哦，还有别的事情，因为驻唱歌手对要斜，我们要斜杠，我们是员工，要每一个都什么都会这样子。嗯，不知道你对这个点餐有没有概念？点餐诶，有出去吃饭都会点。哦，只是吃饭都会点哦，对，因为那个有时候客人会点很多餐，哦，不知道要考验一下你记忆力。如果你 OK， 我考虑一下让你进来我们的。哦，好，那试试看好了。OK 哈，马上进行我们的记忆力大考验。记忆力大考验，因为呢，不只要会唱歌，我们待会会有很多客人的时候要记住他们点的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个游戏呢，会分两个 round， 待会儿呢，荧幕会显示三个菜单，然后你要记住那个菜单的名字。好，待会儿我会随机抽一题，你们抢先看谁先答对就获得一分，好不好？对。然后如果输的呢，今天我们准备一个特别特调，叫做 CC Key 咖啡，所以清楚吗？游戏规则清楚 ，OK， 清楚。好，那我们直接看荧幕，准备要记得记忆力。大考验，请出题。哇，咸菜法国风味，罗勒炸去骨，鸡肉佐胡椒。这三道菜是我们特别法国聘请来的厨师，米其林的厨师。你们可以安静一点吗？不行，让我记。这个菜，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哦，好，这个 OK 哈，米其林菜单哦，由我来出题哦，我说请抢答 ，OK 人就举手哈。请问今天的主餐是请抢答？金针牡蛎细面佐日式柴鱼高汤。哦，答对了 ！Oh my god！ 这个我背最熟了。好难嘞！有诀窍，有诀窍。哇塞！怎么诀窍？哎，师兄，就是应该是用画面只背一个，然后你要懵的，你要懵的，抽到那一个，可恶！可恶！没关系，不要气你，因为他是我们店里的老鸟了。我们派菜鸟这次给你 PK 好了。哦，真的吗？来来，我来 PK 好了。你来啊！对啊。好，来来来，是新的题吗？新的题，新的题，是那个师兄的建议，我来准备好了吗？就赌一个，来，主厨请出题。哇，这三道，哇，有一道很长哦。等一下，前菜是大肠包小肠吧？对，你有发现我们的巧思吗？哎，你有潜力哎。对啊。哇，你竟然有看到我们主厨的巧思，是不是？那我就出个前菜好了，好不好？简单点，还没，要请抢答哦。好，请抢答耶。好像是李安来手快，但是后切香肠做糯米肠吗？台式香肠左后切糯米对哦肠，不是吗？不是哦，李安很接近。我放弃啊，我真的看完全没背，是不是？但是不是，因为它太细了，那是什么？所以答案是什么？因为我这里没有。台式那个台式炭烤，台式炭烤啦，差一点烤啦。那第二个是什么啊？
陈年饭，第二个是控肉饭，酸萝卜控肉饭，对，第三个是那个要炖排骨。哎呦，你们这样子点餐实力不行呐、啊，你们两位都要接受我们的惩罚。我妈桌子就好，没关系。来进行我们的 CCK 咖啡惩罚。好的，进入我们的不要说惩罚啦，我们的特调好不好？对，特调。本店特调 CCK 咖啡，哇，这个喝下去，哇塞，哇。来，精神咖啡左哈，来黄连粉，来左一下，降火降火，降火，谢学长，哇谢学长，拉拉，哇，看起来很好喝呢，对呀，我跟你讲，本店特调，来两位，我来，降火 ，cheers 啊，来 cheers， 来 cheers， 好，谢谢，哇，好，其实还有点香，很香啦。哇！哎哦，不要喝完，怎么样？那种咖啡佐汉方子药，中西合并的感觉，补一下身体啦。来，你先喝完是不是？先喝完了就可以待下来吗？哦，哇，要喝完是不是？哇！有 gas， 录用学长，差最后一关而已，因为你前面说那个你的作品嘛，对，我们想要听一下你的新歌，哦，当做今天的最后一关，如果真的很好听，我就录用你，哦，好，好不好？可以为我们带来新歌吗？还有，有，记得回来这首歌，好，掌声欢迎一下。也不是第一次和彼此 say goodbye， 尴尬的场面总有默契避开，为了追逐梦想牺牲本来就应该，我说不过是和时间比赛，我比谁都擅长等待，离开又不是分开，为什么眼泪还是掉下来，记得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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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把钱包带着，把手机带着，把钥匙带着，把分享你的梦，记得登机口，时间别错过，皮箱记得锁，把空气带着，把味道带着，把汗水泪水还有回忆统统带着，如果心里空间还不够，我的思念可以让你放在口袋，我放在口袋，记得回来，记得回来，最后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作品。对，我的《Sounds of My Life》这张专辑，我应该介绍过100次了，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听这张专辑里面有所有我身边我觉得很重要的人事物的声音，花了4年的时间去收集写这些歌，希望大家都可以给这张专辑一个机会去听《Sounds of My Life》。
错没错，非常感谢你来到我这边应征，谢谢谢谢店长。那我就是录用你哦，好好好，你记得好不好，来要回来哦，要上班记得。下次没有看到你，你就宰戏哦，记得回来哦。你吃喝 CCP 啊，好，谢谢谢谢你今天来28咖啡，谢谢。这支影片已经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麻烦在下方帮我们按个喜欢。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在下面按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